启真近日被曾经交往18年就爱中称呼，发长文指控八大恶心，说他要求提高酬劳、版税，甚至半夜传讯息霸凌同事。对于种种传闻，他还透过律师发表声明，表示中程虎的言论对他名誉构成损害，要求中程虎立刻公开发文道歉并澄清，否则将会走法律程序来维护自身的名誉及权利。而好友陶晶也有感而发写下，最近社会动荡不安，这世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激情失去理性的大漩涡，加害者大言不惭继续作秀，最后失去了公理正义，并忍不住提出质疑，难道谁大声就赢？恶人先告状的速度超乎想象。而该篇贴文配上的图正好是他与陈绮贞、林依晨、徐佳莹、许哲佩的合照，让外界认为桃子姐是在为陈绮贞发声。而13日陈绮贞也再度发文温情喊话，表示小虎人生中每段关系都有始有终，我知道你的不舍，但要接受我们在感情上与工作上的关系都已经结束的事实，也请对方接受合约到期后他要为自己做决定的权益，而这也是他想要实践的人生。贴文一出，也再度与网上引起热议。